来做一下这个，蛮好玩的。不要。嗯。那我们要不要去走一下那山路？要不要？才一小段而已啊，走吧，散散步嘛。感觉妈妈比较不好。那我们还要去慢慢吞呢、啊。慢吞吞不急呀、啊。可是你要赶在下班前哦。哦。就爬一下嘛，就进来。它是往那爬还是走那？那里当时就挡住了、啊。对不对？对，那里的。那玲玲在这边边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山路咯，什么运动啊？你之前有这个选项让我选，是不是？有啊。它动物还真少。嗯。它动物很少。
山步道。刚才在长平湖的动物园区，妹妹被吓死了，她拿着红萝卜就被一群山羊包围，还往她身上跳，还追着她。那山羊是跑起来，前面有老虎。也太恐怖了，他只要拿那个桶子，所有的山羊都追着他，超恐怖的。这边有一个长屁湖嘛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念逼还是念皮哦。那个后面的那个环湖步道有一段摊房，像它，所以右侧那都封起来，对，围起来，我们只能走左侧这里哈。下坡石头很滑哈，会滚，会踩不稳。所以记得你去泰国的时候要穿。我帮你买日本的这个鞋，抓地力又好。加油咯。哦，他捞到湖的这一侧来。可是那边不是不能走吗？就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从那边过去，要从那边回来这样子。加油吧，因为它没有很高啊。山挪啊，可是它后面那个桥这一段还蛮漂亮的。你先不要动，站着，不要动。前面还拍后面，哎呦，好害羞。在拍后面啊。流汗了。走过去那面拍，那面应该很好看，走吧。拍那一面就好了。对啊，就走过去那里啊。就不拍，就是到后面那个底，我们从底拍过去啊。就拍那里就好。就那个长鼻湖，我们吧，我们等于从湖头到湖尾啊，对不对？湖尾。又有人来了。我是一放很包包，我刚刚那个拿着。这都无锅鱼啊！哦，哇，真的很多哎！对啊，也都有。它好像围到那边。这边不能走啦。我们在这边拍拍照就好了。哦。
好，妹妹帽子不要给我弄掉哦，那顶我很喜欢的。